有些得禅定的高僧，直接为求法者摄破三世因果，使求法者得到切机切理的教育，直接为自己的某项恶业忏悔。请问，这样算是显露神通吗？这个不一定。神通是要看在什么机缘之下可以用的啊。神通里面呢，最忌讳的是佛教忌讳不准说的，就是说出身份啊。比如说某人他说他是什么菩萨再来的，什么佛再来的，这叫大妄语，这个不可以，绝对不可以啊。如果再来的说出之后马上就圆寂了，可以啊。说出之后还不走，不可以。像这个样子的时候，这是小的，是说别人啊，这个过去式的因中啊，应该怎样忏悔啊，对他有这个可以啊。这个也是一种感应啊，心地清净的时候，哎，都可能获得这种感应。